面试正经》，台湾人民有信心，欢迎收看《面试正经》第九十四集的播出。我是成光大学科中心教授。咱今日啊，要来甲各位报告的吼、哦，是这个日本新社啊，拢会有诶，这个托利伊鸟居呢吼，啊，交这个咱台湾的新社诶，啊、这个、這個、啊托利伊鸟居吼，托、哦、利伊证明咱台湾有存在。 啊，咱、嗯、一般百姓毋知伊诶意思，所以以台南来讲呢，吼，台南市镇有三个啊，日本时代诶新社留落来，诶土力伊，吼啊，所以国人毋免去甲日本里台湾，会当看着即个土力伊就对啦吼。第一个上较趣味诶，含日本人爱去看诶，就是台南啊，中正路遐一个林百货诶顶楼，较早有新社。 啊，所以讲遐顶面，遮还个有一个啊，鸟居脱离伊流落来。啊，第二个就是在南啊，二即个光绪二十六年，咱个先民哦，安尼家己安尼一样比啦，一,一样比啦，安尼拗起来诶，即个虎头碑呢吼。即、這个虎头碑是作史个关键据点，所以日本人来的时阵呢，虎头碑遐，吾也是真侪日本人爱去爱待诶所在。所以虎头碑来底离日本时代。 有两个新社，一个叫新化社，一个叫做新化新社、啊。这个新化新社伊的入口，诶，鸟居呢，吼，正存在，但是去用刷去中这个啊中心路啊，一个巷子里面。来所以这这个鸟居正要存在、啊，另外一个鸟居呢，就是伫进延平，延平郡王祠。 咱今台南府城即个开开山路，即个延平郡王祠啊，各位你真，你今若去呢吼？伊经毋是历史的古迹啦，即是一个真可惜。即一个古迹去哦，国民政府改用水泥改起一个啊延平郡王祠，我丧失掉即个古迹的地位啦。但是伊有一件呢吼，啊，即、這个国民政府无甲拆掉，就是即个鸟居。即、這个鸟居呢是日本时代。 啊，诶、哦，即个开山新社啊，因着对台新文化真尊重，哦、啊，啊，即、這个鸟居是日本时代哦伊，啊，即、這个加起來，本来即个延平郡王祠是伫即、這个啊一八七五七五年呢沈葆桢来哦来改建的，这确定啊，咱第二段规个来甲各位报告。所以咱今伫台男的吼，有这三个这个鸟居较有名。 啊！啊，台湾其他各地呢，吼，嘛是有过零星的鸟居啦，吼，只是较无遮尔受到注目。啊，各位，咱往大个对鸟居，吼、哦，伫日本，吼的宗教伊到底是虾物作用？是安那庙的门口大部分拢有，哦，即、這个鸟居，无论你经常去日本的，靖国神社啦，吼，啊，门口嘛是拢有鸟居啦，吼，即是安尼啦，吼，即个鸟居离日本的吼，啊、呃，大部分的神社。 绝对拢门口遐拢有鸟居，啊，有一部分咧佛教的，伊庙门口嘛是有这个鸟居了，对。唔是干那神社有鸟啊，啊，神社交这个佛教的差别，日本交咱台湾相像，拢是他信口，就是道啊道信教啦，就是讲因拜山拜神拜水，吼、哦、吼、哦，万物拢有神了，对。日本交咱相像，啊，所以讲因这个。 啊，因个新社就是从咱个道教要相像安尼哦。啊，所以讲因个新社咧，拜真侪因个啊，较早个天皇啦，啊拜因日本真侪啊山啦、地啦、水啦。所以讲有只鸟居呢，吼、哦，托你伊是日本人起伫海边，吼、哦，迄条暗礁顶面嘛是开一个鸟居呢，吼、哦。所以日本啊，伊这个鸟居啊，是以讲足真普遍。所以日本人来台湾的时阵呢，吼、哦。 哦，敢若新社正式个就六十八斤啦，啊，搁有其他无啊正式登录啊诶，即个输德输下新社超过两百斤，所以真侪鸟居玛丽带南哦，搁台湾拢留落来。啊，你日本呢吼，因太会这重视即个鸟居吼，啊，即、這個、鸟居伊个传统啊是对对来吼。日本诶学术的研究有三种讲法啦。 讲一种是对印度的佛教啊，印度的佛教啊，也为不是门口有哪有的门，有那有坑瓜，也门啊门门路啦，哦，这是第一种讲法。啊，第二种讲法就是受到啊中国啊伊的啊门门路啊诶这个影响啦，哦，啊第三种讲法讲是受到朝鲜的影响，受朝鲜诶影响，所以对这种。 啊！会影响咱毋敢去确定，含日本人伊着毋敢确定。啊，不过因离日本呢啦，新社门口大家拢会有鸟居。吼、哦，啊，即年日本呢，吼、哦，吼上界悬的鸟居呢是三十三点九公尺，三十三点九公尺吼，是伫即、哦、个熊野啊，啊熊野本市的鸟居，这是日本上界悬的，吼上界大上界悬，三十三点九公尺。吼、哦，啊这。 上届啊，这基的呢吼，啊，著是讲一金标，啊伊的鸟基毋是干一基呢，啊，话是干一基呢，话是一基两基三基，啊对外口开始算，即个福省咪啊，福建呢吼，即个道和神社呢吼，伊叫做咸丰脱离，著是几千支个著对，啊，水上听讲几万支个，所以即间啊，福建即间。 啊，道和神社咧，吼，伊这鸟居是非常侪，即阮有去甲参观过，我有去甲参观过，吼，啊，这是上盖这鸟居诶所在，吼，啊那上盖古奈，吼、啊，上盖古奈诶鸟居呢，已经一千三四百年，吼，属于山形啊，山形山形县家吼，所以啊，伊日本这鸟居呢，吼、哦，即等于系日本宗教诶。 一个特色啊，个日本宗教个特色啊。鸟居呢，吼，有用这个希罗器做诶，啊，有用蛋做诶，啊，冇用铁做诶，啊，冇用啊，这个石头。所以啊，有各种诶鸟居啊，伊个形式大概大概呢，吼，是这个啊，交咱诶拜楼呢，吼，较简单啊，来比呢，吼，会比较简单啦，吼。所以咱安尼了解到日本伊离这个神社门口。 大部分拢有鸟居了，安尼咱就知影讲，离日本人来咱台湾的时阵呢，起遮尔济新社。当年离咱台湾嘛，采作济啊鸟居。啊，这个、鸟居做啥物原用呢？这就是人交神的隔界啦。人交神的隔界，离这个鸟居的外口是人的世界，啊，经过这个鸟居入来，就是神的隔界，所以人交神的隔界。 咱来知影讲，即个人交神么境界呢？吼，咱就知影伊个意义，伊个意义。所以，即个鸟居呢，吼啊，咱爱对伊有所啊，即个尊重交崇拜啊，毋通多交伊咧多做什么政治活动啦，做什么政治活动。所以，咱今安尼对啊，即个啊鸟居啊有所了解，吼，咱就知影讲哦。 啊，今离即个台南福岛比咧吼，啊，即、这个东时啊福岛比内底啊一个新化新虾，另外一个新化虾，即两个拢是新虾咧吼。啊，伊内底拜着北白,白川能久亲王吼，啊个因日本咧吼啊日照的神呐吼。啊，离新化虾交啊新化新虾，啊伊迄、啊啊啊啊、鸟居咧吼，今即两间新虾已经无去啦。 叫国民政府来了，改废掉去呢吼。啊，但是这个鸟居静呢，还佫存在离这个中兴路啊六十巷内底呢吼。所以讲，这嘛是一个关公的古典啊，关公的古典啊，咱国人都爱有了解讲哦，这個、鸟居是真神圣。这只袂到内底是神，哦、啊，啊里外口是咱人的世界。啊，安尼呢吼，除了这个鸟居以外，另外一个。 上盖有争议的，就是延平郡王祠内底这个鸟居。延平郡王祠这个鸟居呢，哈，个在台南地区呢产生政治的争议啦，啊，就是有关地方人士呢，感觉讲，伫延平郡王祠这个啊鸟居啊，脱离一来的顶面呢，啊，去有这个啊白崇禧呢，哈，啊，应该向国民党会党火去哩。 啊，即个党会是毋是爱改独条吼？这产生着啊，政府交啊，地方人士之间真大诶冲突啦、啊。真侪地方人士认为讲离即、这个啊，历史景点啊，这能重敬诶，即个鸟居，无应该有政治活动。这是一个宗教真神圣个所在，无应该里要有抗即个政治活动。啊，即安尼呢吼、哦、啊，即。 有当时啊，若对神无尊重，这嘛是不吉利嘛。所以讲啊，有地方政府啊，有地方嘅声音安尼，但是政府究竟拢无反应咧吼，拢无反应啊，无来甲处理咧吼。啊，即、啊啊、点所以，咱先休困一下啊。咱确定啊，要来规章来甲各位报告，台南即个延平郡王祠是安怎依诶依有鸟居，啊，依鸟居啊。 正顶面太有即个啊，国民党诶党徽，咱先去困。欢迎邓爱美姐进京来献调。咱今摆要来甲各位报告着。 南海南开山路這，这个延平郡王祠，这个延平郡王祠呢，吼，我捌带日本教授去看，主要是去甲伊介绍到伊内底地兴宫交啊，这个啊，地景顶啊，地兴宫的啊，妈妈吼，这个啊，川田啊，川田姓的吼，啊，伊甲日本的关系，啊，迄、那个建筑本呢吼，毋、喔、是。 过节啦，因为这是一九六三年改建，这真可惜。各位，咱知影，这个延平郡王祠，伊何个名？是一八七五年啊，一八七五年钦差大臣沈宝珍来咱台湾，啊，要来负责着加强咱台湾的防卫啊。啊，当时沈宝珍呢？ 来到台湾了啊！当时咱台湾地方的官呢，甲这个钦差大臣沈葆桢讲，讲爱来去延平郡王祠啊。啊，沈葆桢交这官了啊，报去和清朝皇帝讲要来去延平郡王祠。啊，一八七五年就来啊，受到批准要来去延平郡王祠。 当时这个盐平聚航池呢，是用福州西啊，福州的原料啊、哦，对福州呢，请福州西过去啊，用福州原料呢，吼啊，工程款偌侪钱拢有记录啦。但是各位，咱对这个历史爱作设计，这个土地所有权无交代，阿、啊、就是讲。 这个沈葆桢咧去延平郡王祠的时阵呢，这个土地顶面本来就有开山啊，这个王庙啦，这个开山王庙呢，吼，这里清朝的历史拢有记载，讲你东安房有开山神庙，伊建立的时阵呢是一六六二年啦，一六六二年就是德兴公王兴 邓小讲来咱台湾，过年一六六二年就亡星。邓小讲亡星了，咱就是台湾人呢，就对伊真怀念。啊，尤其因郑家的后代要过嚟台湾嘛，就是郑经要过嚟才做王嘛。所以讲，当时一六六二年呢，就是伫遐去啊开山安庙。这开山安庙呢？ 一开始应该是正式光明、正大来拜地仙公啦。但是一六八三年啊，即东林国导航给给清朝了呢吼。即个东宁国即个居民就唔敢讲即个开山开山王庙啊，是咧来拜地仙公。所以讲清朝的官安那问，因的历史记载，拢讲开山王庙伫东安坊哦，啊一六六二年就建立。 啊！内底白王咧，内底白神咧，唔知影啊，讲、啊、是开山啊，即、這个王庙开山王啊，所以内底白王呢，有所争议了。对，啊，你清朝时代咧，吼，拢无人要承认即个王，就是郑成功嘛、啊，未使承认呐，嘛未使承认。啊，到当时咧，到连横写台湾通史啊。 伊对各方面诶资料甲研判，伊认为讲即个开山王啊，就是地成功啦，就是地成功。所以讲安尼确定着开山王是地成功了呢吼。各位，即咱今个节目甲各位报告过啊，东宁国投行土地所有权呐公有诶一九二千条。所以讲，离一八七五年新报金来的时阵呢。 清朝即个官就改讲啊，讲浙江开山王庙啊，这是当年国诶公产啊，啊里底拜地神公啊，啊咱过去因为对地神公不准人民来甲拜，所以百姓唔敢讲。但是真啊，牡丹社事件一八七四年呐，哦牡丹社事件，日本啊来咧攻打台湾，啊你对？ 哦，即、這个福建要改办台湾的方位啊，爱得台湾人的民心。你爱得台湾人的民心咧，就要拜地心公啊。哦，啊，所以讲咧，因我开始交沈葆桢，我做成啊，清廷咧吼，来拜地心公去延平郡王祠。所以，公公正正明啊，公公啊，即、這个光明正大咧，两我从这间开始，汪标改做福州县。 诶，即个延平郡王祠啊，所以土地所有权够伊咧，当看出伊个玄机，吼。啊，即个贵个是福州市嘅建筑物，吼。二一八七五年起呢，吼。日本人二一八九五年来，迄个打二十年年嘛。啊，日本人嘛，着重是地心公，因为地心公因老母是日本人啊，哦，川天石他早咱有讲嘛，啊，地心公，吼。 坦白讲伊七回进争拢要隔离日本啊，大汉诶啦。所以郑成功也要讲日本话，所以日本人拿甲开啊，甲伊叫做开山神社。开山神社诶，著是咧纪念郑成功啊，因为日本人拢去神社，所以日本离台湾唯一一间神社，是对过去诶啊庙界诶拄啊开山神社，拄啊甲一间俩。 所以，日本的台湾六十八间正式的新社拢是新起的。拄我讲啊，这间是对过去诶，即个延平郡王祠甲改造哦，开山新社。啊、哦，日本人伊个新社绝对爱有脱离伊啊，吼！日本人伊个神社绝对爱有即个鸟居啊啊，伊绝对爱有即个鸟居了，入去了爱何里洗手、甲漱口的所在。所以讲，日本人。 啊！你这个开山新下，改保留这个福州式诶这个建筑的风格，啊，干那改增加这个啊鸟居，交因几个啊日本新社的洗手交漱口的所在，安尼嘞哈？保留应该是要正完整啦，所以敢那加这个鸟居脱离伊。但是呢，你一九四五年呢，日本投降嘛，日本投降了，哦，这个。 啊！国民政府来，有好有小啊伊改建了啊。到一九六三年，一九六三年呢，竟然呢，从即个福州市诶古迹啊，甲伊敲掉啊？啊伊改做中国北方啊，中国北方风格用水泥混凝土的建筑物来去。 咱即个延平郡王祠，从即个福州式的建筑物古迹甲拆掉，是一九六三年来去兴建啊，诶、啊，即个啊，中国北方风格啊啊，但是用水泥空诶，延平郡王祠，即一个概率吼、啊，伊诶古迹诶地位我无去，非常诶可惜，非常诶可惜。 即咱想袂到一个政府会做即个戆代志，即全世界那对即个啊有历史的建筑物，让大家要保持咧，咧保持袂调。日本、德国二次出大战，高迹起用炸掉，建败了马上改复建。啊，咱、这、即个延平郡王祠，哦，安尼维持得这较好。啊，遐咪日本人去的呢，即是。 真保证起诶，是你福州式诶，啊！对你国民政府来讲，这是恁小强诶命，竟然毋知影通甲顶顶烧呢吼？啊来甲你改建，我认为内底大概有即、这个啊包工程即个问题的存在啦，啊无未有即种代志，啊著爱有顶起，才有工程费通去退嘛，应该是安尼啦。啊，所以高进我双十，啊为留落来。 拄、這個、啊,啊,啊，这个鸟居，即个脱离伊咧吼啊，离即个入口啊，无去拆掉啊，即个鸟居无拆掉呢吼，顶面咧吼，即个白崇禧啊，诶，即是咱作家白先勇诶，老、啊、爸，吼，当时做国防部长嘛，吼啊，因、啊、咧，而且竟然甲伊藏一个国民党诶党徽啦，啊，你拄、這個、啊，这个啊。 纪念戴辛公的所在来的，利用一个党徽。戴辛公也毋是国民党党员，这点即个不伦不类。所以戴辛院士对这点的批评，我认为咱政府爱听落，因为这个鸟居是国籍啦。土离鸟居是国籍，这是日本时代哦，离啊、呃、日本人来第二年，应该是一八九七年啦。 一八九七年所加建的鸟居啦，所以这是古迹啦。啊，你古迹呢吼，改用这个淡化去，这个唔对诶。因为这个脱离伊，既然是古迹，伊就要保持伊原来。啊，咱今个政府讲，哇，延平郡王祠的水泥改建唔是古迹，这错了。因为呢吼，延平郡王祠你一九六三年改建，这是也庙新啦。啊，那这个鸟居呢，伊是古迹啦。 因为伊是日本人，伫一八九七年加建起来，伊是古迹啦。啊，既然是古迹呢，吼，你就无应该正面甲为一个国民党诶党徽啦。所以用这点来哦，咱诶政府甲台南市政府做一些参考。即党徽即所在，你得甲刷一白页。啊，即人鸟居就是鸟居，安尼对神较尊重啦，对神较尊尊重呢，吼。啊，对地心讲较尊重呢，吼。咱诶经济。 咱个国家应该会较好啦，所以讲、這個呃，我也认为讲，伫即个啊祠内底啦、庙内底啦，咱即种宗教活动无需要有即个政治啊诶动作啦，无需要有即个政治的动作啦。就亲像总讲讲啊，即、這个庙庙壁改建，迄囡仔你也甲画一个立国旗、這個，诶，即个欸欸欸，啊，即、這个无搭配，即、這个无搭配嘛吼。所以讲，我是感觉讲，咱即个鸟区啊。 哦，咱就甲恢复到拢完全宗教的活动啊，以宗教的宗旨哦啊，安尼让咱人民的信仰啊，恢复伊的个性安尼就好，卖有只有即、這个啊政治活动啊以上呢，所以讲咱对啊等级啊即、这个白劳交即种呢啊，咱啊完整、啊啊、来甲各位报告即个鸟居，所以要去看鸟居呢，唔免走日本啊，咱台湾要去台南呢，吾后过来夹。 今日咱去啊看饮料区，感谢各位今仔日来收看啊，咱下礼拜再继续，感谢各位。